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。为了扩大公共化教保服务量能，嘉义市政府规划在乌仔内中卫区校地新建非营利幼儿园，今仔日举办开工动土典礼，预计在115学年度招生，未来会当提供8班156名幼儿就读机会。市长王美惠也亲自到场参加，期盼未来嘉义市乌仔内扩大征收，整体开发陆续完成了后，会当提供中卫区内幼稚的优质教育。扩大嘉义市教保能量，嘉义市兴安国小新建非营利幼儿园27号进行开工动土典礼，嘉义市长美惠及在位贵宾议员拢亲自到场参加，并在分享祈求工程顺利之后，由市长美惠带领与会贵宾进行动土典礼，三个幼儿园正式动土。市长美惠表示，教育决定人才，人才决定未来。幼儿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根本，期待在新的非营利幼儿园完成之后，会使提供乌仔内中卫区内幼儿优质的教育环境。几年前呢，在我们湖子内区段征收的一个文小用地里面，我们能够提前规划了，就是一个附幼，那也就是一个幼儿园。那我想这是一个依照教育部他们教育部国教署的政策。这里面希望能够新建非盈利幼儿园，我想在这里我们由新安国小成为新安国小的附幼，在这个附幼里面，未来呢会有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幼儿园，而且是新建的。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其实在这里也感谢国教署，也提供了我们在110年当时我们报了，当时公料还没上涨之前，虽然是8000多万，但是国教署补助了7000多万，但是呢随着公料上涨当中，几乎钱要被收回了，但是嘉义市政府我们不忍不舍，还是积极的透过找到预算，我们编列的绝对不能只做一半，我们希望要做就要完整，而且要好这样好要更好，所以呢也找到了资源，那我们送到议会更得到了议会大力的支持，所以我们能够增加了8900多万的预算，才让这一个顺利的发包出去。那今天在动土，我想我们感谢所有的贵人，我想王美惠王委员他的极力的争取，还有议会议长副议长还有议员对于我们的支持，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教育带来无穷的希望。这不只是对嘉义市好，我想对邻近县市整个区域发展，云嘉南区域都是一个好的信息。嘉义市兴安国小新建非营利幼儿园，经过多次提报申请补助，在最后核定总经费为8593万，其中国教署补助7300万，嘉义市政府自筹1290万。在经过两次流标之后，建筑师重新调整工程预算，需要增加8000多万。也感谢嘉义市议会支持追加预算，最后兴建总经费为1227万，并在今年发包出去。你工程预计在114年12月份完工，规划在115年8月1号正式开园。未来将会使提供幼幼班、小班、中班、大班各2班的服务能量，提供边界优质的教保服务。新闻调民界市采访报道。政府卫生局正在寻找握力达人，凡涉及于嘉义市65岁以上长者，与嘉义市6家整合性健康筛检医院配合，整合性健康筛检期程完成健康检查，且完成口腔健康问卷及迷你营养评估表者，执行手握力量测，就可参加寻找握力达人比赛。每组录取最佳手握力前40名，就能获得总奖金10万里券奖励。握力达人就是你，欢迎来挑战！预防肌少症，降低跌倒风险，提早检测，提早预防。如有以下现象，就疑似肌少症：
请记得寻求专业人员。活动详情请至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网站。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。